腾冲线内城门紧闭，拒不迎战。应该是着眼他们的行动已经成功了。你还别说，这些人呐，胆还真大。师座，那咱们要不要乘胜追击啊？我们这次对腾冲的日军突然袭击，只是为了配合共产党的营救。既然我们的行动达到了我们的预期效果， 就没有必要再贸然行事。那这样岂不是可惜了？或许，凭我们现在的实力，还无法撼动神卫一郎的根基。况且，牵一发而动全局啊！我们36师的战士会直接影响到我军对西南部的整个布局，所以需要谨慎行事， 从长计议。好，我明白了。停，老师，已经到了36师的防线了，我们安全了。老肖，大乔，把箱子打开。 好，这趟真是没白干啊！不但救了美国人，还得了这么多弹药。这不是你小子弹药库偷懒的时候了？嘿，我那是一时糊涂。嘿，你小子什么时候机灵过？嗨，院长。 他不会经不起折腾吗？情况不妙，必须马上抢救。雷子，哎，你带上你的人和枪支弹药先回去。你跟政委说，等我处理完事情就来找他。成，我一定把话带到。老肖，大乔，你们先回腾冲，医院的事情你们先处理着。卓言，我们把人送到36师战地医院抢救。好，院长。 你的身份会不会？老肖，这个美国人的病情我比较了解。36师的医疗设备比较充足。行，那你们小心点。分头行动。是。全くの恥だ。今夜、弾薬庫の当番は誰だ？田中少佐です。しかし殉職しました。バカモン、一体。 誰の仕業なんだ。まだわかりません。何を思おうとしている。さっさと調べてこい。はい。大佐、大佐、大変です。大佐、米国人があの捕虜が。福田少尉、はっきりと話したまえ、アメリカ人捕虜はどうした。独房が急に襲われました。捕虜が行方不明になりました。なんだと。誰か。 銃殺剣にしろ。大佐、勘弁してください。大佐、大佐、大佐、勘弁してください。大佐、どいつもこいつも使えんやつらだ。今すぐ全域を封鎖しろ。隅々まで隈なく探せ。必ずやあのアメリカ人を探し出せ。はい。 师座，小姐和边院长已经把那个人送到了医院。那个美国人的伤势如何？伤势不容乐观，他们正在全力抢救。已经脱离危险了。幸亏赶回来得及时。好了。 你累了一宿了，赶紧回去休息吧，我在这儿照顾他。老师，还是你回去休息吧。我知道你想从他口中得知照办库的消息，可是他现在还没有醒。等他醒了，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谢谢你。谢什么？所有的事情。等有了赵半阔的消息，你再谢我也不迟啊。早点回去休息吧。 这怎么会有这么一大片蒲公英？哎，不对呀，蒲公英不是春天才长的植物吗？这已经九月天了，怎么会有这么多啊？老草包，那是在你家四季分明的地方，在这种环境下，蒲公英的花果期应该可以延至到半年以上。 在我们老家，蒲公英都是开春，挖了当菜吃的。在这九月天里还能见到这么多蒲公英，我怎么感觉这么诡异啊？真正诡异的，不是这里的蒲公英，是我们路上经过的树林里，树上刻着的蒲公英。 地图上显示，这里是美国小分队的起点，应该有重大意义。也许那些字母说的就是这里。这蒲公英地这么大，怎么找？什么时候才能找到？ 大家两人一组，分头寻找。是，挺长时间了，没什么动静。也许这里比较安全。是真美啊！是啊，美得让人窒息。 抓不住的，是啊，抓不住，就像我们抓不住自己的命运一样，你不觉得吗？我们就像蒲公英一样，是命运的力量把我们带到了不同的地方。 就像把我们吹到了隐忍山，把我们吹到这里的不是命运，是战争。没错，是战争，是战争让我们变得身不由己，就像蒲公英一样。也许他们不想离开，不想去别的地方。 但是风把它吹到哪儿，它就要落到哪儿，没有选择。但是它虽然短暂，但也有如此美丽的时刻。无论风把它吹到哪儿。
它都能继续生根发芽。比起我们，他们幸福多了。我是真没想到你会说出这些话来，说得真好。是战争把我们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所以我们更应该做自己，别压抑着，该哭就哭，该笑就笑。也许你可以，但是我不行。没有彻底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都不可能痛快地笑，痛快地哭，不能有一丝松懈。刀子，是刀子。发现什么情况？这里很不对劲。有什么不对劲呢？你们看，这里的蒲公英被压死了很多。而且，连这些木头都压进去了。哎，还真是，这婆婆灵一多，我还真没看出来。不管是什么东西压的，肯定是大家伙。什么东西那么大？应该就是美国人。和日本鬼子想要找到那东西吧。找到这个东西，咱们就发了。不管是什么东西，先找到再说。看来树上刻的那个所谓的蒲公英，应该说的就是这个。那个大宝贝去哪儿了？地上有一些不太明显的痕迹，是滚木压出来的。看来，这个大家伙被土著人搬走了。走，去看。報告。入れ。少佐。倉田少尉からは。先住民の村に捜査を行いました。例のものはまだ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本当に愚かな奴だ。本当に欲しいものを手に入れるには切り札を使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わかるか？了解。这个村子是不是太安静了？去看看。把鞋都放下吧，这里没有人。
队长，现在怎么办？顺着痕迹，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线索。队长，有什么发现？鬼子的线索到村后就分成两段，朝不同的方向。从弹壳来看，是小鬼子的武器。看来这些土著人是被混蛋小鬼子屠了村。这帮王八蛋简直是丧心病狂，这个仇一定要报。那我们分成两队，我刀子、王思茂、曹国舅，我们四个一队，军医、长毛、大牛、菜头，你们四个一队。这样节省时间，一定要赶在鬼子前面。队长，有什么问题？老子不想跟老草包一个队，一看到他就忍不住想揍他。哼，太巧了，我还不想跟你在一组呢。你那一脑袋长毛，让你身上的阴气特别重，跟你在一块不吉利。这样吧，军医和曹国舅调换。队长，让我跟王思茂在一个队吧。猜这美国人、日本人都在山里找什么呀？我不知道啊。肯定是个值钱的东西，一定能卖很多钱。就是咱俩先发现了，就把东西藏起来，怎么样？等回头私下单独交给军部，这大洋肯定就是咱俩的了。你想啊，两个人分肯定要比一堆人分强太多了。长毛，你就不怕我告密啊？我可看出来了，这些人里边就你还算有点骨气，不听那个女人的摆布。哎呀，你要知道，很多东西比钱重要。什么东西还能比钱重要？命。队长，这前面没有路了。看来是走错了，掉头回去。你们怎么来了？刚才那条线索追到一半就断了，所以我们就过来找你们来了。那说明这条路是对的。行了，大家继续往前走。刀子，探路。
等一下。怎么了？好像有地雷。长毛。你看。刀子，退后。小心点。回事，长毛，我说你这动作挺潇洒的，但是屁用没有啊！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就算我是一等一的排雷高手，投不准也是有的嘛。看来前面还有雷。哎，菜头，你还别说，这下你真蒙对了，前面就是有雷。长毛，你代替刀子到前面探路。小菜一碟，交给我吧，大伙儿跟着我走吧。走。来，跟着石头专家走。什么石头专家？吹牛皮呢？甩那么远，金香显摆你那点能耐。那有能耐你先走啊！哎，走走走走。哎，你个瘪犊子玩意儿！你快点儿！哎，我刚刚，还得。少佐、お呼びですか。敵の正体はどうなっているんだ。奴らはあの村に現れました。そしてきっと線路に沿って進むので、大量の地雷を用意しました。よくやった。君が償う絶好の機会だ。少佐、僕が行っても。すぐ出発しろ。内定の残した情報だ。遺影者の奥に入れ。連絡を途絶えさせるな。絶対に勝手に動くな。分かったか。了解。注意脚下。你个长毛子，你个瘪犊子玩意儿，你能不能慢点走？别吼了，他走得越远，我们就越安全。哎呦！糟了，长毛猴踩雷了，快，走走！
吗？你个瘪犊子玩意儿，我让你慢点，慢点！是城邦的墙，他还没死。那地上这一坨是什么？哎，我前面不好意思说，闻着一股肉味儿。这好像是条猪腿啊，这不是长毛的腿啊。他没死，他肯定没死。这猪腿不错，就留着。打完这仗，我回来吃。这里的野猪都是吃人的。吃人怎么了？都炸成这样，谁吃谁还不一定。这野人山里这么多尸体，你觉得这些野猪是吃什么活下来的？走，过去看看长毛。合着我白哭了是吧？长毛，哎，别走太近，小心地雷。长毛，你是怎么踩到雷的？这是个环形地雷防御圈。是小鬼子的杰作，我估计有200多枚，这里只是边缘，我本来只想进来看看，可没想到中招了。你明知道有雷，干嘛要踩啊？我很好奇，没见过这种地雷阵，我想研究一下，没想到踩到了。那现在怎么办？我踩的是个水陆两用雷，不能乱动，压力一减轻就会引爆，但不是没有办法。找个手巧的人过来，我指示他怎么做。他妈！你刚才让我白为你哭一鼻子，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啊？那不是让人白陪你送死吗？你个老草包，根本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哎呀，行了，你们都别吵了，我来吧。队长，我来吧，我研究机器，手轻，我试试。那你小心点。兄弟，胆子不错，也有义气，那就你了，大不了咱们两个奈何桥上走一走，拿两个铁锹，再把四个钢盔分别装在四个背包里，脱掉四个防弹背心，再拿一捆绳子，然后全都离我远点。早说呀！你看你。宁先生，刀子，你去戒备。现在怎么办？先把钢盔放在背包里面，把铲子拿出来。对不住啊，兄弟，让你受累了。万一失败了，还得陪我一块死。然后呢？把铁锹塞到我脚底和地雷中间。哎，手别抖，你别乱动。
我可不想被炸死。别动啊，别动。现在干嘛？现在把背包放在铁锹上，动作快点，手别抖。防弹衣放在背包上，所有，对。接下来干嘛？我要换脚了，你躲远点，你小心点儿。你小心点儿。压力固定了，我就可以下来把这雷拆了。太险了！哎，谢谢了，兄弟们，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会儿看出我们好了吧？没事就好。哎，他奶奶的，真是打死会拳的，淹死会水的。老子早收拾无数颗地雷了，今儿一不小心看走眼了，差点栽这颗雷上。长毛，你就放心吧。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啊？好人不长命，祸害一千年。你就是那祸害。就是。哎，你运气够好的，今天要不是半阔出手救你，我看你就变成那头猪了。什么猪啊？长毛烤猪。哎，哎呀，我天！哎，那猪毛啊，比你毛长多了。队长，鬼子来了。离我们多远？五里地。有多少人？好几十号人。立刻撤退。是。队长，前面还有几十个雷没排掉，我们现在冲过去很危险的。这里还有一条小路，可以绕着走。小路？别呀，队长，我们好不容易跟着线索来到这儿，这前面林子这么密，我们走小路，这猴年马月才能绕出来啊！不然这样，我们走大路，长毛前面排雷，我们后面贴了掩护。嗯，傻大个，你真傻家傻呀你啊！你没看那地雷的威力了吗？几百斤野猪咔一下就炸树上去了，咱们要踩那地雷，那炸的稀碎，连你家都找不着。你，我说老草包，你哪那么多废话？你是在质疑我排雷的水平吗？而且我告诉你们，我绝对不会。同一个错误犯两次，跟我走吧。我就信不过你，刚才你差点把自己小命都搭进去。咱们要进了雷区，任务还没完成呢，就全都得死在里头。哎，就跟我走啊！你就不能走。哎，行了行了，都别吵了，这都什么时候，鬼子马上就要来了，别浪费时间了。哎呀，别吵了，咱们听天由命吧，扔大洋。老草包，
你把大家的性命跟任务都放在这大洋上，是不是太儿戏了？不是，那你说走哪条路，你能对大伙的性命负责吗？队长，你就别废话了。头冲上，咱们就走小路；反之，咱就走大路，行不行？大头，哎，给我看看，看个屁！大洋到你手里，你就不还我了。队长，行了，走吧。队长。多听一下，等等刀子。队长，鬼子没有追上来，我把痕迹也掩盖了。甩掉他们了吗？是。好，所有人原地休息，分开戒备。嗯，是。王司马，给军部发电报，汇报咱们的行踪。是。はい、敵はもう予測通り森に入りました。よし、全員このままで待機、待機するぞ。はい。跟军部联系上了，还是找不到信号。如果一直找不到信号的话，根本就无法跟外界联系。这什么鬼地方？有鬼子的地方呗。知道啊，刚才不还在这儿呢吗？刚才是不是你的幻觉啊？什么幻觉？刚刚队长还在这儿跟我说话呢，去哪儿了这是？哎呦我天，这地方简直太他妈邪乎了！我这队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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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儿呢！哎呦我天，队长，你怎么一脚踩出这么大一坑出来？队长，队长，你没事吧？我没事儿，沈刚，没事的吧？没事，没想到这个洞还挺大的。我们要藏这儿，鬼子肯定发现不了。队长，你看。应该不只有我们到过这里。小心！